be holding one for the promise we held for life, for the people we love are leaving. Please tell my friends we won't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什么反攻，地心人也好，亚兽族也好，这根本就是他称霸海星的工具。哎，西恩快看，这我的黑袍大人，您说的都对，可等他把全世界都吞了进来，能量越来越强，我们就彻底没有希望了。不会的，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一定会让叶尊露出破绽。丁静，你别忘了，别忘了我给你交代的事情。连你们地心自己人都坑了，你图什么？文德，文德太狠了！我一直都想要去说，但是没有人去问我，我要做什么？我要改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人类、亚兽，还是地心人，他们都充满了欺骗、背叛、抛弃。这个世界是肮脏的，所以我要从头到脚去重新塑造它，让一切的秩序从我的手底下重新开始。你只会在怨恨中毁灭，不会在希望里开拓。历史永远都不会眷顾你这样的人。你不懂，我不怪你。可历史往往都是成王败寇，胜者为王。所以今天就安心的死去吧。这么久啊，朕，我这之心。
残者之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回家吧。哪儿有家？家在哪儿？当初你选择抛弃我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家了。弟弟，你没事吧？哥，我好累啊。放心，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你的。站住啊！哟，你倒是骨骼清奇，是个好苗子。怎么样，要不要跟随我的麾下？你刚杀了人。现在陨石袭击海星，天下大乱，沙哥把人算什么？你怎么了？哥哥。你哥啊，他已经抛下你走了。他走之前特意交代过，以后啊就让你代替他接受我的栽培啊。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恨我，但是你错了，我从来都没有抛弃过你。你怎么了？咳都能咳晕过去，真是个废物。往那看看。不准你伤他一个好吗？对我动手。
恶者之心。杨，仁者之德。这里刚刚重新接好信号，你那里怎么变成这个德行了？行了，别废话，我就问你们，让我来行不行？你都知道了。我要跟你谈谈关于镇魂灯的秘密。镇魂灯，顾名思义就是以一身的正气镇压邪祟之灯，而牺牲是其中的要义。如果灯芯真的无处可寻，那就需要一位勇士捐弃自己的生命体，浓缩成燃料去点燃这盏孤灯，让神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将五指托拢灯托，闭上眼睛。赵云兰，我再次提醒你，你这样你会死的。就我现在这样，还活不了多久了。我要是不死，就是全世界跟着一起死。你们当初制造这四件圣器，不就是想守护身边的人？那这个勇士会怎么样？至今还没有人真正尝试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这位牺牲者会死去活来无数次，遭受比烈焰灼伤强千万倍、持续千万倍的痛苦。有谁会这么傻？赵云兰啊，赵云兰，还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个东西，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明明一切都搞砸了他。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看清楚光明和希望。刚刚亚兽进去的通道彻底关闭了。也就是说，从今天起，地心和我们真的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了。这是救赎的代价。把赵处长交给我，赶紧到城里去看看情况吧。往前面就安全了，去前面，去吧，往那里。后面的跟上，小心安全。慢点，慢点，快点！哎，我就说嘛，你们肯定没事的，赶得漂亮。哎。沈巍跟赵处呢？你们想去看的话，我们可以带你们去。不用了。这位病人一年里来了七八次，没完了还。你该把床位让出来了吧？这位大夫，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战后创伤后遗症啊。哎呀，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更关爱。更仔细一点。郭部长，赵局长，恭喜恭喜啊！赵局长，请坐。好。赵局长，这是我们海行舰统一整理的一系列关于灾后重建的情报。真不错，郭部长，辛苦了啊！哪里哪里，赵局长身负新都局的事务，还要抽出时间每天跑到我这来和我讨论工作，您才是真的辛苦。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老郭，这秘书的工作还适应吧？很好，很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秘书工作，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啊，我明白的。哎，李所长，实验室这个月的研究成果都在这里了，请局长过目一下。好，好，好，太好了。局长，我看您最近气色好多了呀，之前精神混乱的状态好像也不太常发生了。是啊，部长，你在想什么呢？嗨，我和静兰给我这个外甥找了一个相亲的对象。这小子内向惯了，第一次相亲也不知道相的怎么样。
怎么了？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没有。哎呀，没关系的，就随便聊聊嘛。我觉得你看上去特别像漫画里的人物，特别可爱。哎，对了，我姑姑说你是特调处的，对吗？那你是个大英雄啊。不，我不是什么大英雄，我就是一个小跟班，一个小透明。哎呀，你这么害羞，胆子这么小，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就这样。这什么呀？就是坏人来的时候，我就，你别过来啊！然后运气好，他们就被抓走了。真的假的呀？真的。第一次见面呢，按理我不该这么说的，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你，但是我不想天天都提心吊胆的。你确定真的以后都要做这行吗？确定吗？他确定。你哪位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抖什么抖？站直了！我告诉你，郭长生，你可是叶尊亲口认定的镇魂灯的最佳养料。历经千劫百难，初心不改，这点自信都没有。老王，我们特调处强不强？亏得想不出来。笨蛋！哎，楚哥，等等我！哎，为什么？这事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关键是我们可以说说花族吗？我们刚才说的是蛇族，这个负担太重了。不，行啊，就是你跟我说嘛，你之间的事情，吵就知道吵，都吵了几十年了，烦不烦呀？你们的大族长我，当年可是暗恋过镇魂令主，跟黑袍使干过架的人，这次专门趁放假回来跟你们主持大会，我容易吗我？那个阿华。不，大族长，我们知道错了，你来说，这还差不多。下面我宣布，谋和平、求发展，亚兽族内部改革大会暨先进思想交流大会，现在正式开始。好。张叔，你真是我们龙城的大英雄啊！大英雄收下我们的花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距离上次的事情已经整整有一年了。从此之后，我们特调处一定会继续努力，守护龙城太平。谁会这么傻？如果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知道该怎么做。哎，等等，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真的有万一，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吧。替我好好的活着，孝顺长辈，敦睦友朋，守护人民。龙城需要一尊像模像样的守护神。也挺好的，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把我前半辈子的缺憾全都补一遍。
世界上有两种人不怕死，一种是知道死亡那边有什么，无惧不怕；一种是知道生命原本为了什么，无怨无悔。镇魂灯之所以叫镇魂灯，不只是为了镇压邪祟，还是为了镇平自己躁动不堪的心。云岚，你的一切牺牲。 都是值得的。这一年里，吃饭、睡觉、打灵镜，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小郭养了条萨摩耶，叫小米，真的是狗随正主，智商低得不行，快把我们处给吃穷了。猫也随正主啊，难怪傅处也说越来越不要脸。你信不信我挠你啊？你可是老赵亲自辞退过的人，你不去海星殿好好享福，来这儿添什么乱啊？ 谁叫我不要脸呢？哎，在特调处，这也是一种修行啊。说了也奇怪，我总觉得老赵你，我是说真正的你，好像还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 郭前辈好，该怎么说呢？新的故事就从今天写起吧。 要走了，任何生命都会消散的，至少我们的选择很有意义。 我们赌一赌，赌什么？赌。
求，不管去到哪里，你我总有一天还会再见的。跨越世界去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穿梭在这无人的街边，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了双眼。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原谅我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个人能为你哭泣，到你都分离就别说我爱你，不知道不清的我只是来等你。在意，只是太在意。